那咱们现在就来打开吧，这里面很重，会是什么东西呢？哇塞，全是硬币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蒙缪斯，今天我准备了300块钱。咦，不是300块钱吗？怎么是30块钱啊？今天我本来准备了300块钱，准备打算去小卖铺购买3周年的纪念礼盒的。也看到评论区啊，有很多小伙伴想看我猜3周年，可是我今天明明带了300块钱啊，怎么变成30块钱呀？难道是掉了吗？那300块钱可是我找我弟借的呀，我说过年的时候还给他，这可咋办呀？掉到哪里去了呀？我那300块钱去哪里了呀？咦，这啥东西？我的视力不是很好，我放大看一下吧。哇塞，好像是抓奥特曼卡包的盒子哎，而且有2-3个。但是我那300块钱掉了呀，我这是先把那些卡包捡过来，还是先去捡钱呢？哎，不管了，我还是先把这些发现的奥特曼卡盒弄过来吧。前面那好像还有一盒黑钻铁盒哎，我用手看一下能不能弄过来。哇塞，好远啊，我的手够不到，我还是去附近寻找一下有什么棍子可以把它弄出来的吧。看一下这边有没有。咦，这里有个扫把，这个应该是哪个扫地阿姨的吧，我就先借用一下吧。刚刚发现的奥特曼卡盒呢在哪儿？哦，在这边。看一下我用这个扫帚能不能把那些卡盒弄过来，先把这盒黑钻给它搞过来，再把这一盒。哇，这前面这个正方形的好像是5元包的盒子哎，弄过来吧。啊，诶，卡住了，卡住了，怎么弄？哎呀，从这里拿不出来呀！啊，我就直接暴力了，弄烂就弄烂吧。哎，好像前面还有一包，也给它弄过来。好，拿到了。今天运气还是蛮不错的呀，在这路边发现了一盒黑钻铁盒，这是一个第几弹的呀？这个是25弹的。哎，但是这个是空的呀。然后呢，还有一包绝版的奥特曼卡包的盲袋，这是啥东西？刚刚因为这个缝隙太小，被我扯烂了呀。哇，这个好像是第10几弹。第12弹的5元包，哎呀，掉出来了。这里面还是蛮多的，有5包这个5元包。哇，今天运气可以啊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这些东西换那300块钱值吗？这黑钻感觉很重，我也不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。可惜了我那300块钱啊。咦，弟，你在干嘛？这是扫地阿姨的扫把呀。刚刚那300块钱我也去找了一大圈，但是也没找到呀。那我现在就决定把这些捡到的卡包都拿回家去吧，拆开看看这里面拆出的卡能不能值我掉的那300块钱呢？走，弟，拿回家吧。这两个空盒呢，等下我们就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吧。走吧，前面这里有垃圾桶，先把这个放地上，把这两盒空盒丢在这个垃圾桶里面。咦，弟，你看这是啥东西？好像有点重啊。咦，这是啥东西啊？看这个外包装是一个铁盒子。我们刚来这里丢垃圾啊，在这个垃圾桶里面发现一个铁盒子。你们听这里面。这个那么重，也不知道这里面装了什么呀。我们把这一盒加上刚刚那些奥特曼卡包一起拿回家去拆开吧。弟弟，你在干嘛？300块？但是我的300块是真正的现金啊，这个只是一张纸呀，写的300块，难不成谁把我的300块捡去了，给我留下一张纸条？哎，现在呢，我又回到我的老根据地马桶旁边。今天呢，我本来准备了300块钱。说去买周年礼盒的，没想到出门300块钱掉了呀。在我去找钱的同时，没想到在路边的围栏里面发现的是一些卡包还有黑钻铁盒。后面回家的路上呢，路过一个垃圾桶去扔垃圾，在里面又发现一盒黑钻铁盒，那也不知道这300块钱换来这些捡来的东西值不值，那咱们就拆开来看一看吧。今天心情不是很好呀，也不知道这300块钱换的这些卡包值不值呀，那咱们就先来拆开吧。先拆这个5元包，这个是第12弹的5元包，现在来说的话已经绝版了。看看第一包，一张杰诺奥特曼的育儿白金卡，还算可以。继续第二包，希望我今天不亏吧。这一包呢 SR 的，亏了呀。继续这一包，看一下能不能中 USR 呢？ SR 的，又亏了呀，兄弟们。继续再来，出 USR 吧，让我今天亏点本吧。SR 的。我觉得今天要亏大了呀，兄弟们，300块钱换这些卡包。那你们看到这段视频小伙伴们赶紧给我点点赞，强烈推荐一下，让我回点血呀。 SR 的5包就开出了一张UR白金卡，哇，亏大了呀。咱们接下来把这个奥特曼卡包的绝版盲袋也拆了吧，看这里面给我装的什么卡包。3包2元包呀，哎呀，怎么不来个绝版的6弹10元包呢？这里出什么？一张 SSR 泽塔的满星卡，哎呀呀，为什么不是奥德之王呢？看一下这个能不能中闪耀敌仗呢 ？SR 的，哎，还有最后一包，拆掉 SR 的，今天血亏呀！最后呢，有两个黑钻铁盒，这个黑钻铁盒很重，你们听一下，也不知道这个装的什么东西。然后咱们先把这个打开吧。哇塞，没有
一包十元包，然后两包能出 SP 特命胶的两元，先拆这个两元吧，拆掉，看一下能不能中奥特之王呢？哦，这个地藏您看到了呀 ，SR 的，继续再来这一包，看看能中又是 SR 的，咦，这壳子上面还有一包十元包呀，哎呀，刚刚没看见，再把这包也拆了吧，看一下能中什么？前面呢都是一些 SR 的、R 的、SR 的，一张格尔吉、欧波恩、LGR 的。银卡，最后呢是一张盖奥特曼的 V 二型 HR 三 D 卡，刚刚它卡在这个盒子的上面的呀，没看见。然后继续拆这包十元包，看能中什么 SR 的横版，后面的呢又是一张 SSR 的横版，一张达拉姆的 UR 金沙卡，哎，这张稀不稀有啊？这张我没有哎。最后是一张 HR 的捷达奥特曼钢燃形态，这张三 D 卡我好像没有吧？还有最后两包能中 SP 特定加的，看一下今天运气好不好。又给我出一张，哎呀 ，SR 的，还有最后一包也拆掉吧，看一下这一包，咦，哎呀 ，SSR 的维克特利奥特曼满星卡，最后呢还有一盒黑钻铁盒，这个很重呀，这里面摇的呢也是哗哗的响，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啊，那咱们就先把这个打开吧，这个胶布太多了呀，我撕了半天，好，终于弄开了，哎，那咱们现在就来打开吧，这里面很重，会是什么东西呢？哇塞，全是硬币耶！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没想到这黑钻铁盒里面全是装的硬币耶！哇，这里还有一枚古董硬币！哇，金戒指！哇塞，感觉今天值了呀！这什么黄金吗？我的天哪 ！Oh my god！ 今天丢了300块钱，但是换来的这些卡包，这些卡包呢也没拆出很好的卡吧？有一张 LGR 的银卡，然后一张达拉姆的育儿金沙卡，还是算不错的卡。但是呢有一盒黑钻铁盒里面装的全是这种硬币，我感觉今天发财了呀，也值了吧，让我回本了。那小伙伴觉得我今天值吗？可以在评论区下面留言评论哦。那么想和我换卡的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给我留言哦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，喜欢我的视频别忘给我点个关注加个赞，我是萌萌优斯，我们下期再见哦，拜拜。我要去卖钱了呀，我的天哪。